Hello，大家好，选这一组香菇的，选上香菇的这一个，你的工作运势现在是有许多的困难，然后这当中有很多晋升的机会，可是你也被很多规则给限制，你必须完成那些规则跟长官的评价都能够符合他们的期待，你才有办法破茧而出。然后这个时候，上方的态度，长官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得到高层的充分授权的话，你就有能力去贯彻执行，然后你也绝对不能越权。然后现在的工作氛围是只看成绩的，大家的竞争非常激烈，私底下也没有什么交集，反正所有的公事就是公事公办了。然后这个上司也是严肃，控制欲强，反正就是顺着他，你不要去挑战他的权威，也不要提意见，点头点头，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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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然后工作的性质困难，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发展呢。可是有一个塔牌，这个塔牌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事情你就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来了，然后他又好难处理哟、哦，然后就给你了很大很大的那种挫败感，这个挫败感会让你觉得，甚至觉得就算是不是就不如归去了。你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总是工作上遇到了重大的意外啦，然后这些意外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但是这些不是要你控制的意外，却要由你来负责任，你会觉得很无辜又很倒霉。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就是会接到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吧，然后你只能很正向的去解决啊，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嘛，没有考验就测不出是人才还是庸才嘛。所以你就要做好一切从头来过的准备，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选择放弃了，因为这个圣杯八就是不如归去啊。可是你要是过了以后，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钱币皇后，如果你这边过去了啦，但是感觉上这边又有一个金轮二钱币，也就是其实有其他的人在其他的位置在找你，所以你有点想顺其自然，因为你觉得这种意外性这么大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去衡量，然后到你来负责任，你也不见得每次都扛得过去，你有这种感觉。然后你这个时候可能这受的人际，大部分你在这个岗位的人际也都是只能共享乐，不能共患难啊，有。可以是酒肉朋友，可是遇到问题他们不能帮你啊，也还是都要靠自己。然后发展很像也没有很好，就是练功而已啦。有可能你在这个岗位，你纯粹就只是练功，然后没有办法给你太大的位置，有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有其他的地方在对你招手吧。你要注意这个部分，猎人的逆位就是工作当中有很多的困难，还有不当的诱惑跟陷阱，一不小心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到时候，如果你真的被调查了，想要再回头就来不及了。如果你没有犯致命的组织纪律上面的错误，其实那是还有机会待下来的，只要你的长官认同你。但是如果你有组织纪律上面的错误的话，又有这个塔牌，又有猎人牌逆位。我觉得，如果事情很严重的话，你会想不如归去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应对进退方法，其实你是知道的，真的有一点点危险呢。所以有其他地方在向你招手啊。我目前看到的是这个样子。这个要怎么办呢？其实这种东西哦，我也觉得，早点解决，就早点让手中的某一摊烂摊子早点收拾完，早点解决，我觉得是好的啦。因为至少你尽你的力道，把一定的程度的东西给担下来啦，你也没有不负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是意外。然后只要你没有，行政程序处理方式的坚决错误，其实有的时候那些某些事情的坚决对跟错，我都觉得
是任人诉说的啦。任人诉说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吧。欲加之罪，都是何患无辞的。所以，你会想不如归去，然后再换一个新的吗？顺其自然的换个新的，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耶。那我觉得你的应对方式现在是没有错的，只是还可以再挑选一下，再挑选一下下一个，因为你换去下一个的那个岗位，可能赚的钱不会这么多。但是你这里如果一直待下去，你赚的钱会稍微多一点。可是你要有舍有得，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你要做得很好的话，你要很懂得去付出，你要很懂得把你手上的所有的资源去跟你身边的所有同事共享。然后一下子你帮他，一下子他帮你，一下你帮他，一下他帮你，这样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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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就是还会不错。可是如果你觉得这样一直换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有很有可能出事的话，那你就赶快走，去换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不会让你那么吃饱喝足，可是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我觉得啊，我目前我看到的牌面是这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你追求完美也是没有用的，很多事情是很难达到自己的理想啊。有的时候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反而会导致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可能他会，你原本这个长官他会看好你，也是认为说你可以做到，但是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啊。然后你在这个岗位可能已经接近发展的极限了吧，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一个。但是你无论换不换岗位，因为有圣杯九，还有这个钱币六，这一点是相通的，就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别人分享，你才可以解决你的困境。你现在解决困境的方式就是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你的拥有跟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心得跟别人讨论，然后它可以激发你的灵感。协助你把问题解决。那如果你工作当中人际关系不太好，那绝对是因为你太不懂得分享，跟太自以为中心，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自大的言论，然后人家就不肯帮你。然后可能你又会有一个追求完美的上司，然后有一点小错误就会被他责骂。所以你除了你自己小心一点以外，你就是要看他的脸色说话。但是如果你现在找工作的话，其实你重新换工作，你现在是一定会有得换，有别的地方去，但是你都不会很满意，你必须降低你的标准，也就是你如果现在换走的话，你不会那么吃饱喝足，你的标准，你的薪俸禄的标准会降低。如果你现在走了，你会去到，你还是别人还是会要你的，因为你的能耐应该也是不错的，担得起一些意外嘛，但是就是。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吃的比较饱，喝的比较足，但是你想走了，你的应对方式是不是对呢？因为你的方式是随顺啊。我觉得你的应对方式大体上是没有错的，你就是要注意一下分享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因为你不懂得去跟别人分享你的观点、见解跟处理的方式，可能你会觉得那些观点、见解跟处理的方式正是你表现的地方吧。那你都跟别人分享了，那你还表现什么？可是问题是，当你都已经有点位置有点危急了，你还不跟别人分享，那不是给自己找事吗？那套权术基础基本上我也不是很熟，可是我觉得我有我天生的观点，所以就建议你啦，我觉得。即便你要跟这里 say sayonara，你还是要学会跟别人分享。你的进退方式对不对？我觉得80%是对的，20%可以提供你的建议就是要记得跟别人分享。你要是不懂得跟别人分享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事情的，你就不可能更卓越、更优秀。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更完美的解决。而且这张牌也代表说，
你现在面对了一个很重大的挑战，也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如果你的时机还不成熟，你要等待一下时机，你才可以做决定。既然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你就必须集合大家的力量。大体上是这个样子吧。如果这个上司就算他充分授权给你，那你没有办法集合大家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分享跟给予的话，很多事情也很难担得住啦。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想一想，你就不如归去嘛。没有，没有错。我大体上我理解你的思路，没什么大错，就是建议你跟别人分享吧。好了，我不多说了，就到这里吧。因为你再换的话，那个位置不会这么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感谢大家，拜拜。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选到木耳这一组的朋友呢，你们最近的运势大体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太阳牌。太阳牌代表说，你现在乐观而且自信，然后会从光明面去思考、观察一些事情，然后也比较成熟、比较理性。工作表现就是如日中天吧，也可以给你很大的满足感。可是，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表现是不是太耀眼，然后有一点刺伤到、干扰到别人。那或许就是因为你曾经刺伤跟干扰了别人了，所以有些跟别人有一些意见上面的相左。导致你没有什么行动力，可能你在团队上还是不错的，只是你有一点点伤了别人，所以你的权杖的侍者的行动力，还有那个权杖王牌的行动力都是反派，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攻防战，完全就是躲躲藏藏的攻防战，然后又有感觉到有一种深受伤害的很有压力的感觉。宝剑九、宝剑十，就是哦，好多人刺你剑，然后你自己也觉得你一个人面对得很辛苦。重点就是这个两造双方已经打在一起的这个部分，它可能就是你现在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吧，因为你已经意见相左的这个部分，还是演变得有一些剧烈的，因为你在争吵苦难中，你要保持平衡。但是你并没有保持平衡，也就是你的工作已经团队上面的合作陷入了僵局，然后跟别人有对视的情况，才会有这样子的牌面。虽然大体上你是如日中天的，但是有人跟你对视，所以有人跟你对着干，你就不好好好干。你不好好好干嘛，你就没有行动力，你的团队的运作就会比较慢。大体上就是这个感觉吧。如果是感情的话，那这有可能是你的情感陷入了冷战，就是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妥协，然后也不愿意去协调，不愿意去看见彼此真正的想法跟真相，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牌面。所以你最近的运势是，你的运势很好，但是你的表达跟做人处事这个方面，跟你周遭的世界没有协调得这么好，因为你这个钱币三的正位，照理讲是可以很好的去，互助合作的，就是自我超越、努力，然后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尊敬跟肯定。还是在让别人信任是摆在第一点呢、要让别人信任，就是要很好的专业，然后要有好的表现，才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跟荣誉啊。感情也是一样，也是要长久发展的那个心态要稳固，才有办法两个人在关系中有良好的分工，未来才可以看好。就是你现在就是跟别人有僵持不下的情景，但是你的运势大体上是很良好的，而且没有很诚实，有一些攻防战在那边躲躲藏藏，感觉上是有一些事情就见不得人吗？不能让人家知道吗？就是没有真的非常诚实的去面对那些事情，又或者是说，在工作上有一个状况，你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啊，然后你又硬被逼着要做，所以那个事情的困
困难度本身就超过你的能力的范围了，所以你才需要有欺骗跟隐瞒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要防备一下，以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啊，就是你的警觉防备在这个时候就是必要的。嗯，可是因为有太阳牌，所以大体上还是不错的。宝剑七基本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中就是旁边有人算计啊，然后不被信任啊，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遇到可以信任的人吧。就是这种形态，所以才会有这个宝剑九觉得很有压力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时运就是一时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可是大体上你是受到庇佑的太阳牌，所以我是觉得也不需要把自己想象的压力这么大，因为现在的工作状态让你觉得沮丧绝望，可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然后你自己也无能为力，感觉上只能任人宰割，那或许你就会有一些拖延的状态吧。就让事情一天一天过去，事缓则圆，看看有没有办法就盖过去。反正这件事情或这个任务本身对你来讲，它本身就是你就是被迫接着去承担的，你也不是一直很想做，是别人不要做丢给你做了，我看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宝剑九跟宝剑十正位的这个状态。宝剑十正位就是其实你已经觉得很有压力，然后十分痛苦又十分折磨人，然后你又觉得你表现得不好，表现得很差，甚至有一点影响到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那这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的工作运势的话，我是劝你还是放宽心，因为你大体上有太阳的光芒在照你跟保佑你，我觉得你还是没有必要说完完全全把事情放到压力那么大，因为有太阳牌，然后你的行动力都减低，我觉得也是你事缓则圆的处理方法吧。你这个选择我认为还是有智慧的。确实是事缓则圆，因为你中间的原因就是对事，那对事的话你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别人强加给你的一项任务嘛，你没办法解决，你又必须要听合作团队的，那你就只好就拖着办吧，有时候难得糊涂啦，糊涂就过去了，随遇而安吧，就是那个随遇而安，那个随遇而安刚好我放的布景刚好就是给你的，怎么配。其实工作上面的创造力有时候考验的还是我们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应变能力，我其实如果它真的是你强加的工作，被强加的工作，我其实是蛮看好你的决定的，就是让事情拖着过去，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变成是说如果你要扛下来，那你也很麻烦啊，总之它就是一个瓶颈啊，你变得你原地踏步，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有实际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用拖延战术对你来说其实是最棒的，把事情延后决定，因为现在立即处理对你来讲是不见得有利，甚至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你只好争取时间，让时间造成改变啊，毕竟你这当中的不和谐你一时之间你也处理不来，也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可以来帮你，也没有办法找其他人来帮你，然后你几乎你对上对下对团队你整个你都要保持警觉，因为他们随时会出难题给你，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反而会对你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你现在权杖跟王牌是反牌，权杖侍者也是反牌，我觉得这是对的。虽然别人看你觉得很不负责任很消极，可是这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的权杖王牌的反牌变成正牌，就是把心静下来，处处充满着挑战，是最适合向下扎根学习的时刻，
不需要有太多的表现机会，只需要保持你个人精神上的清晰，还有思路上的活泼，不要被特定的观念给限制住，你就会得到更多更新颖的想法，然后你对很多事情的掌控才会有更积极的行动力。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主动掌握事情的核心，掌握事情真正的问题点，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同时，你也要去做好问题无解的心理准备，因为人际的困扰的很多原因是某些时候无解，所以因为无解，所以无法专心工作；因为团队里面的人际问题无解，所以无法把力量集中在工作本身。那人的问题向来是最慢、最难解决的，所以把人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用拖延战术，这个真是好方法。其实我蛮佩服你这一点的，这是可行的。别人把很多事情交给你做，然后都急着要看到成果嘛。那你要是，其实你做得越快，到最后别人跟你要的成果只会越多了，那你不如就拖着。反正到最后，未来是朝向结束性的发展了，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状态。你随时都可以有更新的状态来临，最更新的转变来到，所以不需要为这种事情所苦恼。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学习，因为这个太阳牌它是护佑着你的，你这个权杖侍者的逆位，它也是代表说你这个阶段，你像一个比较稚小的孩子一样，就假装自己很像不太懂。对你来讲也是好的，就是装傻。不过它也代表说别人看你是很善变、很不稳定，然后你做事情都3分钟热度，可能人家会一开始认为说，哎，你明明一开始是能做，为什么做到最后你就不是很想负责任？别人一定会这样想你，甚至别人会想说你就眼高手低，然后没有认真做，没有办法给别人安全感，然后没有规划。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消息，甚至有一些谣言的散布。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不好的消息还是谣言的散布，你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嘛。特别当别人的一些八卦流言传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你都不要去讲，也不要相信。你不传别人的八卦，别人也就不会讲你的八卦。然后没有证实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表态，绝对不要表态，要保留弹性。因为你现在旁边的攻防战太多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才能处理外在世界的变化。面对自己心理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很单纯直接的去面对别人丢给你的球，因为你很单纯，你很直接，他怎么丢过来，你直接那个直接本心的回复过去，其实他是最快的，不会有人本心是要伤害自己的嘛？不会嘛？你内心直觉、执着的那一个防御的那个维护的那颗拳头，自然而然你随时就会打出去。那如果你被太多的知识什么什么种种给束缚的话，或许就会被那些流言八卦的引诱给误导过去了，然后自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就被套到套子当中了。可是，当你很单纯、很直接的那一颗拳头直接打回去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怎么这样？这是最快的方法。反倒就没事啊，除非他来最强硬的嘛。那最强硬的，那你也可以演啊，你可以伴随他的方式去演啊，去演戏啊，还是演得下去啊？因为那他摆明他就是当坏人啊。如果他要这样演，那你也很好的，你更有更好的那个攻防的那个利基点啦，那不是更棒吗？感谢大家的聆听，因为这个我也不见得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了。不过我觉得大体上，您这组的工作运势是不错的，是很好的，我是祝福您的。然后我对于您的应对方式，我也觉得非常佩服的，这是可以的，以不变应万变，以拖代变，以静制动。感谢大家的聆听，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拜拜喽。
Hello，选到冲这组的朋友呢？你的工作的运势，还有你的应对进退方式对不对呢？你的应对选择方式对不对呢？你工作的运势其实是还行的，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多事情都做得很成功，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再更成功，然后你觉得你还可以有很多理想、很多目标去前进，你可以去参加很多的交际活动，可以提出很好的愿景，可以有更多的方向，可是那一切都是你的幻想跟空想。你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愿景，然后这个愿景也未必真的可以实践。虽然你是一腔的热忱，认为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大体上其实你现在应该也是工作运势普通，但你觉得你可以更好。可是呢，该怎么说？你原本曾经压力很大，但是你现在你走过来了，可是你还是觉得被困住。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多的空想，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去做更好的实践，只是你这个实践的方式没有办法让你变成钱币国王。总之，你这个方式要调整，你的运势，你的运势是普通啦，甚至说前阵子运势不是很好，现在还好了啦，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大的积极的愿景嘛。但你这个愿景不可行，就是不可行。你应对进退方式对不对？我觉得有80%以上是要调整的，因为你这个方式都太自以为是了。你就认为事情是可以做的，可以这样做的，可以这样过去的，有这种想法你可以去做，没有问题。可是。你不是只考虑自己有没有问题，这个要考虑整个环境看待你的时候有没有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非常去面对的残酷而被评价的一个阶段的问题。然后你现在这些空想，你放到现实其实都是不实际的，都不太可能的。但是很大的优点就是我佩服你的优点，就是你已经从那种身负重伤的处境当中走出来了。虽然你觉得你还是原地踏步，但是你可以再前进。虽然你的前进方式也没有办法让你得到钱币国王的富足，但是大体上你的动力有，所以你的行动力是很具足的。只是你的行动力是具足，你的逻辑思考的方式是不对的。如果你的逻辑思考方式可以更切合实际、更有愿景的话，那你这样一直走下去，你一定可以脱胎换骨的。现在看来，你脱胎换骨的几率其实。不大，因为你完全都在空想跟妄想，你并没有真的坐在一个你应该确定的目标上面，你都被事物的表象所欺骗，也没有找到真正问题的所在，也没有找到可以解决的方法。就算你参加很多交际活动，其实大家都没有深交，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大家感情那么好，所以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会非常成功啦？如果你想换工作的话，现在是千万不要换哈。你有很多理想抱负，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可实行的。我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完全不可行。你有行动力，但是不可行，因为你走到钱币国王的时候是反牌的。这套的国王叫金轮国王，比钱币更大一点。钱币就只是一个人的钱币，轮子可以运转很多人的钱币。所以，就算你可以把自己吃饱喝足，成为钱币国王，但是转成金轮国王，那是绝对也是不行的。所以，其实你并没有理解你真正的需要，也没有真的发现你自己跟物质世界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自由自在。所以你的工作才会出现很大的漏洞，然后之前的一些问题才会慢慢浮现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心力，才可以安全度过这个危机。如果是整体的计划都不够务实、不够可行的话，你要去填补是很需要很多的时效的，要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很多效益，还要全盘检讨，才有办法重新归零、重新开始。所以，其实你现在的这些想法、运势，你的运势应该是不错啦，不然哪来我那是时间多想呢？可是方式行不行？不行，我非常明确的看到不行。好吧，这组我就讲到这里，我不会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再讲下去，我怕你骂我，就
听你就听听就好了，反正我看到的牌面是这样了。因为有很大理想抱负的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让他去走那么一招，他可能也不会发觉他自己错一些哪些问题。毕竟我曾经也是这个样子过来的。但是你的行动力是对的，你的行动力我一点都不怀疑，只是方式错了。你的努力的方向可能还要再去请教更多的前辈，然后有更多更全面性的规划。通常啊，一腔热血的时候，前辈的讲法、父母的看法，真正对你有一些想、有一些助缘的看法，都是听不下去的。都一定要等到经历过一些事情了以后，碰壁了以后，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了。总之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不能说不行啊，只是说你会遇到很多新的挑战。还是建议你向下扎根学习会比较好，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当中，你所预计的愿景谁都算不准，即便我在占卜我也算不准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把我占卜叫做测不准也不确定，世界上哪一件事情测得准？唯一测得准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走下去大概是哪一个方向，我比较不会后悔而已，这个是唯一可以准的地方。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与分享，如果有一些不中听的地方就请参考就好。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下回见咯，拜拜。Hello， 选到面这组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运势如何呢？你们应退进退的方法对不对呢？该如何调整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工作的运势是很好的，只是你们对你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希望，因为你觉得你什么你都把握不住，你什么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住，然后你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超越，你也没有办法嫁到一个比较有钱的，或娶到一个比较有钱的，或让自己的生活更稳定更有钱，然后你什么事情你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一概是多虑了，因为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希望给转正，你将来你会很好，你可以是一个金轮皇后，你会很好的，尤其是女性。男性的话最起码他可以自给自足啦，虽然他自给自足的方式是比较是依靠女性方面的力量的。然后虽然未来的变化是变幻莫测，没有办法很稳定的，但是大体上你现在运气很好，你只是对未来不抱前景不抱希望。有关这点其实我觉得比较心疼啦，没有必要这样，未来谁算得准啊？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办法保留住，也就是说你可能你做了很多但是你都留不住，然后很多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那么多，你又一直很难去应对，然后有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去处理自己去解决，因此你觉得非常的疲倦，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对未来没有愿景也没有希望，大体上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你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你是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再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事情跟更大的力量了，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啊。我觉得你的运势很好，只是你的应对进退的方式就是太悲观了，真的太悲观了，不要这么悲观。因为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稳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很稳定的工作状态，然后也不用太过积极，只要把事情按照原来的方式按部就班完成就可以的，就是是吃得饱的工作，虽然赚不多也饿不死。所以你就会觉得，但是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就是你把你的时间技能全部都打包，整套时间都打包好送出去了，但是却这样子的遥遥无期，然后又觉得没有办法吃得很饱。其实这种问题很多人都面临过呀，那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呀，时间到了或许就会解决了。很多人都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不断的想尽办法去突破，去换位置，去换脑袋，去调整自己，然后渐渐的他就会找到出路。
可能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已经有点脱离了你的控制啊，你甚至出现了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阻碍，所以你能够发挥的影响力非常微弱。总之你觉得你的才华都没有办法发挥，你已经被框架住了，然后你的钱又没有办法存很多，但是没有钱的时候也有没有钱时候的生活办法跟做法啦。有些计划可以延迟啊，就慢点做吧。不过你可能很多事情你想要去做，然后你又觉得青春有限，你想要去达成，可以体会你的这种焦虑跟辛劳啊，这个是绝对可以体会的。但是这个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如果你就要对自己很有信心很有希望啊，你的信心牌是反牌，也就是你对未来的愿景其实是没有的，你已经被柴米油盐折腰折到那个腰已经快要直不起来了。可能你的工作当中也是会有一些争吵，然后大家都意见不合，然后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然后大家想要进行改革，但是又很难和解。你还是先安内再攘外啊，你先确定你自己内心的稳固，再去解决外在的这些事情。因为到最后很多事情你还是要自个解决，这是真的。至于其他人如何，我觉得不需要太放在心上，只要不要干扰到你就好了。你应对进退的方式正不正确，我觉得太悲观了，不需要这么悲观。真的，我不希望看到这么不悲观的景象，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啦。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时运嘛，有的时候时运就是差一点，你就冷眼旁观就好了。这钱币其实就是冷眼旁观啦，你就大不了你就不要去争取，你都冷眼旁观啦，就是反正你现在工作状况也是停滞嘛，你做的事情也只是例行公事，你自己觉得很无聊，你也不想做，然后我不知道有，除非你公家单位应该是很难被裁员啦，除非你自己不做，不然被裁员风险应该是零啦。你应该是那种工作公家单位的吧，就是你已经完全没有热情，我可以感觉到你已经活到槁木死灰。可是有每件事情你都要自己去面对。但是如果你保持警觉，不要放弃一些细节，去理解每件事情问题的源头，还是可以有办法帮助你解决事情的困境的。至少你可以让你自己有更多希望，你还是从你自己内心下去的那个源头，把该用每一件事情大家不合的那个源头去解开来解决，这是保持希望，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我是这么认为啦。希望以上的建议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啊。至于未来世界会如何转变，我觉得这个谁都说不准欸。这即便一天到晚我在测这个塔罗，我也从来没有感觉说哪一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准到真的百分之百准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能够让自己准的就是我们不会后悔，这就是准。我们一旦后悔了，那就不准，就是这样而已。你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去追求完美啦。如果你又追求完美的话，我觉得你会不想做是因为你追求完美。如果你越追求完美的话越容易有变故，你不追求完美的话，你可能就会是一个金融皇后，你的日子就是大体上还是可以过得不错啊，至少是可以吃饱喝足的。所以你的工作运势大体上也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吃饱喝足的运势，是活得还不错的。我不建议你去糟蹋跟浪费，而且又是这么稳定，可以专心的去经营努力，然后你又可以在汤当中发挥你自己的才能，又可以乐在其中。你只要这些问题都克服了，你就可以很稳定，很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去走下去啊。虽然你很多事情你要自己面对，可是没有一件事不是自己面对的。即便是创业，做各式各样的行业，各式各样的地方，都是要自己面对啊。每件事情就是要查，做网络也一样啦，做去接案子也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欸。你除非有很大的一个支持你的力量，然后还有一些愿景，可是你现在这个愿景的负担比较有点负向，
我建议你还是先在这个原本的岗位先不要动。至于未来会不会有变化，这个要看看其他的状态，因为其他的状态，世界的局势太复杂，我不建议你这种位置的人去追求完美，去苛责这些局势到了。局势的错误带给个人的限制啊，因为如果你要去苛责这些，其实那是苛责不完的。而且谁在这种状态底下，没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自在的。然后大家面临的风险其实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应对的方式对不对？你应对的方式要改过来，因为你太悲观了。我觉得你应对的方式几乎要全盘改正。但其实你的工作运势很好，只是你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因为你已经觉得你的火焰快要被熄灭了。总之，就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包含你自己心里的根源跟别人心里的根源，然后从那里面去突破、去解决。那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在你这个位置上过着一个可以保持自己又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有可能。你就有可能过度吹毛求疵，过度追求完美，然后就会有更大的变化发生。其实我不是那么建议啦，希望你能够珍惜你的好运，我是这么建议啦。毕竟没有办法帮你选择嘛，然后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人生，你也只能跟你讲一下我所看到的牌面的东西，然后奉劝你随遇而安，随缘就好了。凡事随缘就好，不要强求啊。自由一番，海阔天空。祝福这组的朋友啦，希望大家工作顺利，一切顺利。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下回见喽，拜拜。